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，I am Old Man in a New Game。今天呢，来玩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轩辕剑七》啊。这个各位应该也耳熟能详，知道这是什么系列的吧？老 IP 呢，出到了七代了、哦。那我都没有玩过他以前的系列啊，老头只有玩过他的《大富翁》《天使帝国》，还有那个《仙剑奇侠传》《阿猫阿狗》哦，反正。老游戏，他的老游戏我都玩过啊！哦，这个是大宇资讯的游戏其中一个 IP 哦。那我没有玩过他前面几代啊，那直接从七开始玩会不会很奇怪？应该是不会吧？他每一个系列的剧情好像都没有连贯的样子，据说好像是没有连贯啊。那这次呢，他有这个免费的试玩版哦，今天试出哦，10月7号就有免费的试玩版可以玩。想说就来拍个影片来体验看看啊，顺便给大家参考一下哈，这个游戏玩起来如何？哎，动作 RPG 嘛，动作 RPG 老头的最爱嘛，哎，就来玩看看吧。啊，直接新游戏啊，不知道这个 demo 长不长哦、啊，我们直接普通就好了啦。哎，希望不要太长了，因为我觉得试玩版只要点到为止就好了。哎，大不了就一个小时嘛。我觉得这样就很充足了，不用那么浪费时间，那搞个三到五个小时。哇，这个装在 SSD 硬碟、欸，它读取其实还蛮久的、欸，我觉得。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妙的感觉？不妙，假不妙。我看那个网络上的评论哦，他的评论好像是说优化还蛮烂的，这样。帝皇二年。不过我是看他预告片啊，我就觉得他画风还蛮对我的胃口，觉得很棒这样。哎呦，吼！等一下，这个建模怎么这样子啊？我记得不是全开高吗？又来了吗？太早，太死招！又来了吗？好了，稍微设定一下。哎，我把2K 降到1080，然后呢，把这个 DLSS 设定呢，超级性能改成品质啊，这样才勉强不会累格，好吧，就这样子吧。好，前往任务目标。好 ，Let's go， 互动，不速之客。啊呜！哦，砍怪会累格。妖魔是越来越多了。妖魔是越来越多了。原来外面有一只妖魔野狼啊！该煎药了。五更天，该煎药了。啊，他弄药是不是？怎么感觉卡卡、啊？我的配备也不差啊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子嘞？2080太呢？对吧？要准备上3090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没有钱了啦。汉初始元年，一个倒叙法嘛。哇靠，这个地板是怎样 ？Oh my god！ 哇，这个题材，我个人是觉得他把它做的那种，就是中国元素加进去，我觉得蛮棒的啦。就是那种中国元素的 RPG 嘛 ，ARPG 嘛，我记得它好像上一代好像也是这个样子，只是这次画面做的更细。可是怎么感觉好像有点差强人意？我是指优化的部分哦。哎，优化的部分好像目前还是有点暖暖的感觉。哇，停在树上了。我搞不到，这种把妹小能手就是我啦。那这是我以前哦，我怎么一脸衰小样啊？天啊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还是稍微调整一下好了，那个什么锐利度啊，把它调到2好了。是我一开始给自己调的要求太高，是不是？阴影品质、阴影距离调中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锐利度调到2之后，希望是可以顺一点啊，好吧？我的那个显示卡阴影在作痛啊，它在发热啊。OK， 往前走。
哇，是可爱的妹子，双马尾。张小子，你来的正好。张小子，红儿，怎么了？红儿，你看，啊，你看，你的机关渊是老头哎，没有了，又卡住了，可我够不着。没关系，用我的轻功。哇、哦，真高。怎么办？没事，我帮你拿吧。我的任务就是我帮他拿。这个时候当然是要帮忙拿、啊。小子，你当心！不帮忙拿怎么行呢？拜托，把面小能手哎、欸！我行的。拿了之后，我猜一下剧情，走一走之后拿到了嘛，但是我跌下来了。没事，在下边等着吧。哦，这边还有那种 QTE， 这样可以按哎、欸。然后从上面跌下来。但是拿到了他的东西，一，哎，居然没掉下去啊！没事没事。来交换条件，跟我睡一晚，谢谢，没有啦。今天是香儿满周岁的大日子。香儿满周岁。这个送给香儿，这什么啊？好精巧的玩具，好精巧的玩具。这可是我自己做的，你也喜欢吗？敢那么抢哦！好，那等你明年生辰的时候，我再做一个送你，更厉害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嗯，一言为定。他讲的那个满月，太夫来找我了，应该是我的妹妹之类的吧？他说满周岁啊。我也。他爸是不是？明年生辰的事，我不会忘的。但是我会忘啊！你以为你谁啊？我也差不多该回家去了。好，回家。太傅，我跟你说哦。大傅。刚刚呀、啊，机关员又卡在树上了，幸好张小子帮我拿了下来。嗯。画面还不错，嗯，可以。太史令府是我们家，我叫太史昭。哦，这都是我的下人，是吗？阿福叔，阿福叔。您回来了，阿侯阿侯九，还是叫我昭儿就行了。你可真是，哎，对了，夫人她在找您呢，您还是快些到书房去。这些书卷让阿福遣人给您拿回房吧。滚！谢谢阿福叔。结果还不是请别人帮忙拿北齐，讲的好像啊很委屈。很委屈，这样就还是叫他自己的下面的人拿走这样。哎、欸，他说可以跟附近人讲话、啊。公子，怎么了？可别让夫人等太久了。我最喜欢让夫人等太久了，我要走了，不想跟你讲话。你又不是妹子。哎、欸，你们现在看到这画面有点卡卡的，这个纯属正常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这个地方就稍微比较顺一点了。哦，这个地方是真的稍微顺了点了。啊，可是刚刚那个光影一出来，有没有？哦，今天很稀朗哎，我看一下哦，要求太高了是吗？阴影品质二，好不好？可能我开 D x12的关系太吃了啦。好了，我们切回 D x11了哦。感觉切了 D x11之后呢，好像顺的非常多。好、哦，这个也拉到底了，阴影距离开远。好 ，D x11应该我 hold 得住。好、哦，希望这个优化就会变好一点了，希望啦。好啦，我们感觉赶快去找我妈。阿布要不要回来啊？阿布，阿嬷。阿母，你先照看香儿一会儿。你是那个饶舌歌手阿母吗？那您呢 ？I'm sorry， 妈妈。你阿父正忙着呢，我还得去盯着厨工才行，免得怠慢。阿母，您辛苦了。阿母，香儿就交给你了。香儿，那个香儿感觉像一个贴图啊。
一动都不会动的贴图。好，这边呢就整一站 W 了。让我猜一下，香儿 被抓走，老爸老妈被杀光。妖魔盘踞，辛苦你们了。宾客。哎，他会魔法哦！哇，怎么突然火就升起来了？香儿，你醒了？给他玩具。这有选项哎。对了，香儿，这是你红姐姐送你的周岁贺礼哦。是玩具。你喜欢这玩具吗？笑死！我也很喜欢，所以我不给你。好，好哦。歌舞剧吗？便当脸的、啊、那个，这是我妈、啊。一寸长，前面先给你一个安详片段，后面再来一个啊，突如其来的，你知道的。你看，我就知道，是不是？哇，出事了！阿母，这阿母母。这我爸吗？我爸怎么长得那么像路人脸啊？怎么了？啊，外头！待会儿你就带着香儿赶快离开家。好。不要再回来了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好。可是，在干嘛？李军，香儿就交给你了。阿母，快去吧，我再回头。放肆！此乃朝廷命官府邸，竟敢擅闯！快走啊！听到老爸老妈惨叫，要走回去看。哎呦喂啊！看见他母亲被插死。没有伤口啊 ！GG 了，被追了，被追了！徒生异变，怎样？我产生异变了，我有超能力是吗？跑快一点啊！Go go！ 公子，赵公子，总算找到你了！快跑快跑！赶紧来！让开！哎呦！若能保护昭儿和小姐，我这老命交代在这儿也是值了。阿福叔，你穿过廊道往前走！再走！不要留下任何活口！我的天哪！到那边去！
灭门啦、啊！灭起来！一定就是我们什么太师府啊，得罪了谁谁谁啊，要被灭门抄斩啊，是不是？直接来一个读取到外面了，哇，毁了。888太史招已下线。哦，不对，太史招隐藏。他给我那个书卷，应该是他们要的东西啊。还有二兄在。哦，别要哭啊，好吵哦！阿兄保护你，你再哭我就给你物理哦。我怎么觉得我们男主角啊，从事发经过到现在啊？整个情绪非常的平静欸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自己的母亲、自己的父亲被杀了，毁了，阿福叔挂了，我感觉不到他的表情上有一丝情绪，可能是建模的关系吧，他那个情绪没有特别的放大欸。感觉就好像隐忍的那种平稳，你知道吗？隐忍的情绪这样啊，故意的吗？不晓得，怎么觉得好像这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在掌握之外、掌握之内这样子，理所当然，所以说没什么特别的情绪啊。两年了，我们躲到深山野岭，然后之后遇到了谁？遇到了泰山？那、啊、没有啦，乱讲了。我长大了、啊，那两年瞬间变大人。开考？认识的，还是装死？都尉大人，都尉大人，嗯，煎药，煎药，对，煎药。舍妹自幼有疾，每天早上都得吃这药汤。舍妹，就是我们的妹妹嘛。太师兄弟，你也不容易啊。他是长官啊，他们的那个长官那样。今日要是表现好，请我们将军多给你加些赏钱。带灵妹去找个好大夫吧。多谢大人。必定不会误了大人们的大事。而且他刚刚是故意装睡的。好好煎你的药汤吧，破晓出发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他这边做的那个表情比较好一点。他那个前面那个小孩子的感觉好像没有做得很好。这个还要我自己用啊？差不多了。好啦好啦，你的水嘞？我是没看到水啊，有了有。来看一下长大的妹妹长什么样子。这个已经是关键在于神不神作的问题了，就看妹妹这一把了，是不是神作呢？妹妹在哪里啊？香儿，香儿。出现了，哈！啊，吓死我了！阿兄，
哦，可以，神作。小丫头，又淘气。来，坐着喝。不想啊，那躺着喝啊。神作，这游戏太好玩了，太棒啦！又是一样的苦药。仙儿别胡说，我每天调的都是不一样的苦药呢。这药汤就和阿兄的笑话一样，总是换汤不换药。换汤不换药，笑死！快趁热喝了吧。嘿，不然再给我讲个红儿的故事吧。嗯，你讲故事。哦，我喝药汤。他讲的红儿就是那时候他那个好帮他拿那个机器鸟的那一个红儿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剧情感觉好像哪里看过。有一天傍晚，红儿在东市附近玩耍，发现了长安最高的那棵树。那是一棵，那是一棵一棵桃树。那是一棵结实累累的桃树，生长在东市的入口。哇，好高啊！红儿决定要爬上去看看。爬着爬着，他看到了，看到了人们回家。他看到了东市的人们纷纷离开，各自回家。在橙红色的夕阳下，好像半个长安城都燃烧了起来。红儿决定不再回头看长安了，他专心地朝树梢爬着，直到夜深。他抬头看到月亮，觉得月亮好像月亮好像萝卜，月亮好像一颗萝卜。月亮才不像萝卜，形状差太多了。月亮好像啊，一片萝卜，又白又圆。那白萝卜啦！笑死！红儿越爬越高，最后爬到了月亮上。月宫金碧辉煌，和长安的模样完全不同。还爬到月亮上嘞，在那边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摔死了。然后呢？阿兄要出门了，阿兄要出门了，哦，然后阿兄要出门了，一早就要出门。是啊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有一点接到人们的委托，有点好笑。带那些大人们进山，赏钱500。啊，阿尼亚，好爽啊！阿兄要是不接这委托，岂不是傻？阿兄，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药钱？想多了，小丫头，能挣钱干嘛不挣呢？阿兄亲手做的香囊，可以驱虫提神，还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哦，这个修好了。你要找阿兄的时候，只要吹一声，阿兄就会马上从山上滚下来。知道了，滚下来，知道就好。走了。拜！哎呦，马上就吹了呢。香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试试竹上。太史兄弟，啊，要走了，要走了。放心，阿兄很快就回来。嗯，你快些回来。咚咚咚 ！What the hell？ 哦，刚刚那个我们太史昭男主角他讲的那个红儿，应该就是我们当初捡那个机器小鸟的那个吧？让我来猜一下剧情。我们家族会被灭门，啊，会被抄掉。我觉得应该是跟红儿他老爸有关联。然后呢，剧情的中间可能就会遇到长大版的红儿。都不都这样演吗？是不是？不过试玩版不会不会遇到啊？不晓得了。
来啦，先直接开始吧。要上山打怪了。傅大人，你可算好了？算好了，赏钱500，不多不少。我是说，你总算是好了。村人都说，你只要有赏钱，什么活都肯干，还真没错。随我去禀报将军吧。是。哎，坏人脸 ，BGM。这将军呢、啊？一切就绪。好凶哦！得令，出发。哎呦，空白键格挡哦！来敲自己人。哎、欸，哦，虚浮的翻滚。哎、欸，这个其实机动性算蛮流畅的。不过就以转视角，就是人物左右动的时候，感觉好像有一点僵硬。不过不影响啦。我说太史兄弟，这山上真有妖魔？山里一直都有一些山精野怪的，只是之前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多年来倒是相安无事。那妖魔是从何时开始变多的？哎，几日前山里传来巨响，动物们纷纷逃窜，后来进山发现了奇怪的破坏痕迹，连岩壁都被击碎了。老猎户们都说这是大妖作祟，大妖暂时不要进山。大妖？大妖吗？或许有吧。通过阻碍。哎呦，这什么？大人，这就是大妖作祟的痕迹。大妖作祟都蓝蓝的这样子啊。还有吗？有，前面很多。为什么他知道前面很多？继续带路吧。他要来过是不是？咱们男主是来过是不是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啊，这个上面这个好像上古卷轴啊！哈哈哈。将军，看来便是这儿了。孙克，在，你来检查痕迹。是。魔物猎人啊，要检查足迹吗？原来是中国、啊、中国版魔物猎人。哎，嗯，大人，我瞧你胆识不错，身手也可以，还算有点本事的样子。待在这山村可惜了，要不要跟我们出去见见世面？我可以做主，给你多加一倍赏钱，安顿好家人。大人太抬举我了，我哪有什么本事，就是懂得打猎罢了。只求尽力完成任务，拿了赏钱赶紧回家。就带路而已啊。我们李军可不是普通的军队，你若加入，往后便是平步青云路。高攀不起，高攀不起。这董宇，难道你有什么隐情？能有什么隐情呢？大人就别笑话我了。哇！哇！哎呦！来了！哇！靠，这也太帅了吧！哈哈哈哈！迎战！迎战！还有还有！咚！这么轻松啊！我以为是什么 BOSS 之类的。孙克追击，寇延善后。是。我刚被扒了一下呢。太史兄弟，拿好了。我拿到钱了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平步青云路。平步青云路。还是走我的山路小路吧。
回家。哦，终于可以开自己的面板了，耶、yeah, ！生命106，哦，武器攻击力空，避火珠。哦，这边可以装装备，命中敌人可以降低消耗的气力，格挡的时候恢复生命10点。刚刚是空的，然后外观没有办法改。无名剑、背包、金创药。你们几个，搜查附近还有没有残余的妖魔？其他人随我来。是。互动。萤火可以储存档案。搞了这么久，盖个存档了呗。好，休息。休息完了。啊，这边要怎么过去？走这里啊？这妖魔速度好快，差点就遭殃了。之前进山的那些人，怕是凶多吉少。凶多吉少。先回村子吧。天赋，按下 Enter 查看重攻击消耗较多气力。一是使用武器又冷却时间，重攻击和武器会随着四型或护驾改变。什么叫四型？哦，这四型啊，牛型。长按 Shift， 以拳法主要的攻击姿态，容易使人晕眩。狼型，刺激为主，攻击较高。哦。御魂，御魂好像还没讲到。什么声音？牛形。哎呦，这个是狼形。狼形还在冷却中的狼形。牛形。Ctrl 按下去可以切换形态。哦。波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龙卷风？看不懂。哎呦哎呦，会死人啊。有没有什么锁定键？哦，滑鼠中间是锁定键啊。滑鼠中间是锁定键。来，格挡一下。啊哈！原来如此。阿瓦怎么补血 ？Q 键是补血。还有 CD 时间呐。Q 键是补血。啊，我要怎么？靠，我按错了。哇！再补一次。啊，我要怎么切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往前走吧。开启宝箱啊，东西呢？哦，有啦，东西有出现。这里啊，各种素材啊。这个做的挺到位的嘛。那我要怎么走？哦，下面是不是？好哦 ，OK， 下来了。格挡锁定，又是你月月，唰！哦呦，哎呦，
哇塞，那小哥不灵啊 ！BOSS， 丢一下，让他们全部聚在一起，戳，碎啦！走，好，看一下这招是什么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时间停止之术啊！都忘记有重攻击可以用啊！怎么感觉没什么重攻击的感觉啊？哦哦，撤撤撤！结束。啊，还行啊，打击感我觉得算不错，还可以。那回家路上一堆怪这样子，有一只。我靠，这边怎么那个啊？刚多一个斩杀那是什么？看不懂。F， 哦，有斩杀技哦，这么帅哦，还累格是怎样？怎么到这边就开始累格啦？斩杀！哈哈哈哈！为什么这里这么累格？掉帧啦，哥哥！为什么要掉帧？哇，这边掉帧欸 ！Oh my god！ Boss 跳下来，哦，第一拳，啪！哇！啊呜！哇，他旁边还有一张嘴欸，融合怪吗？我要被烧死啦！嘿嘿嘿，我快被烧死了！妹妹休息啊！哎！C 位，切，哇！该不会我这个战斗被我们的寇大人看见了，隐瞒不了这样子？喂，怎么回事？纳尼？村庄变这样子？别走！别走！这是怎么了？黑雾大妖，香儿，香儿，赶快去救他、啊！有鸡耶、欸，过过，哎、欸，我靠，砍不死啊、欸！我要怎么切换呢？啊，原来按滚轮呐，现在才知道怎么切、欸，笑死！这是什么存档？好，这边原来是一个存档点。然后呢，他还帮我补满血了。那我刚刚喝屁啊，喝爽的。这边应该又要再打一只王之类的啊。
祥儿被抓走啦，否则我就杀。哇，放你走，死的人更多，牺牲一人换取其他人的安全。哎，刚刚那个黑雾不是死了吗？靠背啊，祥儿，放箭，变粪座了，神座变粪座。天啊，完全不痛不痒，哎，干香儿死了，哎，太早领便当不行啊，这是我支撑我要不要继续玩下去的理由啊，唯一的一个动力啊。阿雄，靠北，香儿，阿雄果然来了。不要啦 ！Oh my god！ 要暴走超级赛亚人了吗？哦，盾板呢？那个盾怎么突然瞬间跑出来？我要把他杀了。啊！我妹就这样走了。绑起来。是。鸡鸡，看看，是。伤得真重啊！人都死了，伤得真重，你欠揍是不是？不需要了。不用治了啦，人都走了。你天下 K。天下 K， 他讲什么啊？天下 K 呀、啊，这是什么语言？天书起，怎么叫天下 K？ 刚刚问出什么了？属下惭愧。此人是何来历？这属下不知，只知他是乔哥村的一名猎户。乔哥村的一名猎户。竟有能耐从我李军箭雨中求生，传令下去，找出此人。遵命。找出此人，天下 K。如果你可以这样子传送，那为什么要把他留在家里，不把他传走，比较安全？香儿，对不对？没事的，阿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，命悬一线，不计代价，不计代价。所以说会救回来吗？这什么？我解谜吗？结束了。个人是觉得还算不错玩啊。整个体验来讲，撇除刚刚前面开太高画质优化不好之外啊。还有某些地方，刚刚某个场景突然掉帧很严重，那边我讲嘛。其实目前来讲，撇除优化部分的话，我觉得这款游戏还算不错。有可能会继续玩下去也说不定吧。对啊，那这体验版就到这里了。好啦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今天就先到这啦。如果喜欢影片呢，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选到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，好，我们这个应该不会下一集吧？
等正式版出了再看有没有下一集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们就今天到这里结束啦，好，我们之后再见啦，拜拜。